姐姐你会不会太严苛？女人间的攻防战。他太轻便，说我太随便；穿太隆重，又说我抢风头。就是我参加公关的生日趴，它的主题是丝袜，我就很精心的打扮。结果到场拍照的时候，我就被姐姐们酸说：“哎，你穿一个网袜配高跟鞋，你是觉得是你自己的生日趴是不是？”我说我就跟她说：“哎呀，你刚刚进来没抢一下，我叫可以帮你铺红地毯呢。”熟女嫩妹辩论会，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